TT 邀约太阳神星海争霸二选手啊，人皇软球真正选手与来自于韩国达苏波 Supernova 金融真选手决战这第三回合了，落败方选图。所以上个回合落败的软球，他选的是贝尔石遗迹。对，我们现在幕上看到这个是五点钟的方向哦。那这位是韩国选手，是阿朱布战队的 Supernova， 是蓝色人类。好，再来是来到十一点钟方向哦，现在又是一个1-1，哇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紧张啊！十一点钟方向，红色的人类是我们台湾耀月太阳神人皇软球，加油！球哥，哇，台湾队能不能够拿下一点哦？至少这个5-3胜制啊，这个第一点呢已经是被韩国队给拿走了。对，这个不要再把压力丢给胜了。胜表示压力有点大。对，哦，后面呢，我们台湾队还有两棒啊，橘子熊队的胜以及呢 White Spider 的 Fly 哦。好，我球哥，这个他还可以再玩一个野兵营吗？对，这一场看起来是没有要野了，啊，但其实老实说，你在人打人里面，你野两场比你野兵营其实没有意义。我没有办法看到这边稍微绕了一下，这就是其实你野真的不太有意义，因为其实并不难守。你只要知道，其实并不难守。对，好，不过人皇软球会选这张地图有什么用意吗？我觉得这张地图在人打人，我觉得因为同族内战，同族的，对，同族内战其实你选图意义不大，那你可能就挑一张自己熟悉然后喜欢的图，对，闭着眼睛都可以走完的图，对，你就是自己习惯，就是可能觉得自己打这张地图很强，对，怎么自己这么厉害，那你就选这张图就对。哦，所以他选了贝尔石遗迹哦。好了，不过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女妖王用女妖了，对，用的真的很好哦。没有看到那个操作，光那个单点没有写的工兵内这种操作，其实老实讲的，台湾应该没有选手做得到。对，台湾没有选手做得到，这其实所以就是这种细节。所以收贝觉得我以后不要出机枪兵，出女妖可以吗？千万不要，不行吗？对对，因为就是只是天然呆属性机枪兵变成天然呆属性女妖这样。对对对，没有，因为女妖这么贵。对，女妖这么贵，送一台就心痛哦。那机枪兵送掉就比较觉得没关系。哦，是哦，看到这个女妖看起来也不错玩呀，对，你们看起来不错玩，但其实并不容易，并不好玩，对，并不好操作。我改练女妖好了，下次再跟你并肩作战啊。包子，有人找你，展现说要跟你一起打，我可以充当你们的练习对手，各种避战。可是我们拒绝这个对战的时候，有人抽面纸，好。不行，咱总会流汗嘛。哦呦，跳上去又跳下去以后，人皇软球是红色的人类。对，看光对手的一个开局了。那我觉得接下来这边就是做防守了。那现在这边也看到对手是直接做一个前压。那这边的话，你接下来要怎么守，就考验你自己的一个防守，因为应该是来得及拖到一只二郎，卡人口球了。哇！哎呦，对，真的卡人口。对。哟呼！啊，因为珠宝快好了，他要等珠宝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只有五只机枪兵，打一只二郎加五只机枪兵，那你可能会需要拖点工兵。好，来了，对方悄悄的上来了。哦，赶快飞起来！对，其实没有关系啊，那个珠宝比较早放的情况之下，点掉，碎。哦，可以，赚到啦！对，这个操作已经是相当不错，又点了一只机枪兵，漂亮，再点，马来西亚，对，意识到了。有后面再补出来，可以，这可以，没有问题啊，直接拉回来做防守。那这边说的话，又要出女妖，又是要研发隐形的科技。对，没错，这是正常的啦。其实老实讲，现在的这一个版本，就像之前大家诟病的，就是人打人就是无限的战狼空投。对，虽然说在贴手比较看不太到，但其实在国际上的赛事，人打人你只要靠人打人就是战狼空投啦，这就很像虫打虫，就是飞躺啊，对，类似这种感觉。那自从稍微做调整之后，现在人打人就是有战狼空投，那也有女妖。对，那女妖的其实女妖的次数现在是不断的在增加，赶快下对空炮台吧。哦，现在
女妖王的女妖飞出来了，已经是直接要飞过去对七分半家里，对七分半这个 timing 哦，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 timing， 七分半要让他好，那这种防守就很要很到位了。鬼雷要找个好地方躲起来，对，藏起来，找个好地方，找个好地方。他现在在思考，人生的一个方向。这边呢、啊，攻兵被打了，他又来。不过没关系，你里面有对话，你就不会被对手予取予求。直接逼退哦，这可以直接逼退。找一张图，杜家也过来，太远了。你这蹲在他面前，对啊，在他面前躲起来，对啊，全世界都知道避开那个点哦。玩捉迷藏说，我躲在这里哦，好，告诉你。正所谓求个宅心仁厚，就在这一点上，其实可以稍微看得出来。待会再换点嘛吼。对，再换蹲其他地方。对，走啊，走啊，卖照哦，又走回来啊，算了。对，那你要苏芬诺娃这边也开出了自己的二矿哦，两边到目前为止营运现在双方的工兵只差两只，还好。这又来，揍他，不要让他打你。哇，矿我被打掉一个。这个有没有看到这种操作，这种骚扰，其实真的就是，你就算知道，就是他都给你看到了，又怎样？对啊，我就是给你看嘛，所以才能够自称为女妖王啊，不是自称，所以大家才会称他为女妖王啊。哦，在这边则是机枪兵带着坦克也出门了。对，那这边的防守就来得，哇，要小心了，要小心了，他还在绕，对，而且这他不知道对方出门啊，球哥，哇，这边又被打，对，又被打，这个就是不断的骚扰。那骚扰的同时，你部队一拉走，正面真的很危险哦。这个软球，正面啦，对，正面，哎呦。后退，架起来，坦克你不架，人家都架了，对，人家都架起来，你还不架？对我，对啊，都要落泪了。哦，有这个轰得到吗？他在轰另外一个东西，没关系，这个还好，珠宝还扛得住，还扛得住，不能扛一个晚上了。对，再往前面，哦，又有一台坦克来助威，有，再架，好，逼退了。好收了，收工。对，那只有跟着回去。对，双方的人口这紧追的是紧紧追着，双方工兵数量也都差不多。40-37哦，是韩国的 Supernova 42，现在42，软球工兵37，差五个，又追上来一些，对，两边差五个。两边这边营运都是现在都是要转生化部队哦。那这个其实选手打到越后期哦，这个。对于台湾选手来讲，老实说越不利。这个我也不会演，因为其实选手的这个实力，韩国选手的基本功真的是很扎实。我们其实，在看比赛的时候，看到后期的一个操作，常常会发现，就是台湾选手常常会出现一些失误。那韩国选手出现几率是比较低的，所以这边的话就要看软球这一波的前压能不能取得一定的成效。好利息，冲啊！哎呦，先架起来，没关系。我们制空权，对，有维京战机，制空权是关键。哎呦，但是机枪兵直接也就过来了。对，没关系，我们走啊！不要害怕，转身啊！对啊，转身揍他。阵地已经摆好了，在那边了。你软球走另外一边可行吗？其实他这边没有必要绕啦，因为其实你对方也只有两个矿区，你怎么绕其实就是。对方一定是有办法绕得过来的，那关键是软球这边想拖出自己的三矿，真的是真男人哦，真男人软球跟你硬碰硬打正面，我没有再放招的这，有啦，不好意思，有放过，不小心，对，又架起来，因为这个韩国选手 Nova 他其实已经是架好在那边等的，对，没错，那其实这就是人打人就是这样，那边我们他已经发现了，赶快回头。这一支机枪兵有没有？其实可以留意到，这个就是积极性的。这个机枪兵放在这边的积极性非常非常好，表示你不可能从这边绕。那这边的话，苏诺瓦一看，你想好像想乱来，就直接拉回来了。啊，篮球这边有成功拖延住对手，我觉得苏诺瓦这边打得非常非常的绑手绑脚。那这个就是软球的一个机会，因为软球三矿已经开了出来，只要自己的经济在等下取得一个优势，他让对方以为我就是只会打双矿一波啦，好不好？对，但是其实他已经偷偷开出自己的三矿。哦，把对方的渡鸦打掉。对，渡鸦揍他！哎呀，我都想上去帮你把他点。哦，架起来了。轰啊！轰他的对空炮。对，轰他的对空炮，轰他的无人炮台，轰掉。好
次公告。对，哦，维京战机的数量开始急剧落后了，这就是人打人，制空权很重要。我没有维京战机就没有办法制空，那坦克就会被对方逼退。那现在的话，对于软球来讲，必须要往后撤，但是必须要撤得漂亮。你必须要撤得漂亮，你不能一撤对方就直接往你家冲。对，来了来了，对，这边架起来，这边架起来，正面。后面还有两台要架。对，坦克哇，但是这一个哇，对方坦克也很多。而且哇，而且救命啊！你怎么有战斗药剂？我们的战斗药剂都没研发好，你就有了。买的是进口的。对，进口货，轰一下漂亮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这边正面哇，点掉对方一台坦克，转了一台坦克，这边头轰。头轰，嘣！好，来尽力了，再来一下，好，再轰一下，好，好，你已经有达到，就是你想达到的东西，但是正面还是很难打，没关系，先看一下能不能立刻蓄出自己的一个兵力来。现在只要拖过这一波，软球就大有可为，因为它有三矿。对，不过这一波很难挡啊，战斗药剂已经好了，拉出了工兵。正面部队攻兵的，你也太早进入对方那个射程范围，战斗机打了下去，不要这样子打！哇，你这个人也太好了！哇，斯波诺瓦这一波的一个前压抓的真的是很残酷，真的是很残酷，真的是我觉得这种的一个 timing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，就是你遇到这样子的一个 timing， 你也只能够稍微往后拉。那你只能就是打得比较保守一点哦。那工兵刚刚送掉之后，工兵已经落后22支。对，刚刚人家5-6台坦克已经架在那边了，如果直接送到前面去，被轰。坦克又被轰掉。嗯。把对方架了上来，真的是我们在人打人都觉得怎么那么难攻。哇！在韩国人呢，马上发现一个弱点，就直接打死。嗯。哇！这边空投又直接。降下来，对，载完之后又载起来呀、啊，软球，哇，真的是人口数落后到1倍了，150-72。这边其实空降的这个点没有办法，其实你没有办法，因为你的坦克数量太少了，又没有制空权。那软球刚刚在拉扯的过程当中，退兵退得不够漂亮，就我刚刚讲，你把兵送掉太多了。对，然后你又把兵力分开，就是脱节，那这种状况其实就直接就导致，其实这种 cut 的状况，你就会导致会战打不赢。啊，这个拉出了工兵打一个正面，所有的机枪兵这一个拉扯，但是坦克数量真的是太多了。对，而且直接贴在你脸上，对，哇，结果软球打了 GG。好，所以在这第二点的赛事呢，也是由韩国队啊以2-1拿下来，目前呢整个已经是2-0的领先了。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来看台湾虫王 Sam 对上的是韩国队的 Terminate。